洪麟老师救救我们。好，今天呢要讲到一个主题，可能会跟年龄有一点点关系，但大家不要生气，大家不要生气啊。不会，什么会？哦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四十岁的女性朋友呢，在不同的阶段呢保养头发的重点。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一瓶。这一瓶呢是头发液，头发的日常保养品。那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，有植物性的黄酮，那还有高活性成分的大豆跟白茶的萃取，那有助可以每天使用，而可以使用完呢不用冲水，也不用洗头发。所以洗头发完，洗发完，对，它是免冲洗的，而且它可以每天使用。哇，真的超方便，可以每天使用。这是想到就可以用，可以洗，还是说洗完用？你每天洗脸完，你会想到再擦乳液，还是你每天就不会想，就是变成一种反射动作？要保养，因为通常头皮的保养液、精华液就意思，就头发就等于是头发液 ，OK， 可以养头发的。好，所以它是擦头发，不是擦头皮。擦头皮，它可以擦头皮，而且它可以使让你的头发呢，有助于可以让你的发根强韧，这很重要。你还年轻啦，因为年纪越大，可能那个头皮会。毛囊会越来越小，是，所以发质就越来越细，那就蓬松感会变得比较差。那在我们先介绍一下，刚刚介绍它的成分了嘛，还有就是它可以每天使用。好，那再就是它的瓶口的设计又非常细心。通常我们在使用像这样头上的精华液，通常会不是用量太多，不然就是倒不出来。对，那我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你只要跟你的，如果这是头皮，你在使用上只要平行就可以了。再抬高一点点，它就会滴下来了。哦，不用压呀？不用，我没有压，它就自己会滴下来。它会自己滴下来。如果你的手抬得越高，它的量就越多。哦，等到抬很高，它滴不下来的时候，就是用完了。对，明白。值得，该换下一瓶了。哦，好，了解。那在使用上的操作呢，其实是非常简单了。那大部分女生呢？头发量变少的地方有几个重要的关键，第一个就是分线。哦，那在使用上就是你操作上面先从分线开始，再就是分线的左右，再就是两侧，前额的两侧，最后呢你看不到的地方，后脑勺，炫的地方，炫的位置。那我建议就是在这几个重要的区域的时候要进行涂抹。那使用完了继续建议哦，使用要持续6个月以上。而且建议每天使用，那因为它有做一个实际的实测，使用完了持续6个月，你的发根的强韧度啊，它的会提升到14.5%，所以它还是有效的。那你有保养还是有差，就像皮肤一样的道理。所以透过时间跟变化，我们对于头皮的保养跟头发的保养就开始要慢慢要加入了。好的，好，那操作上我们就回复到刚刚所说的，我们再过来一点点，从这里完涂完，先从这边涂抹，再用你的大拇指按压。这是最习惯分的那条线。对，这边一点点，对。好，我们分线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再从分线的左右两侧，一样，手抬高一点点也可以，看你要怎么涂。好。那在涂抹的时候呢，全部涂抹完，建议哦，要在头皮上面呢。按压2分钟哦，现在有这么那个厉害的产品，跟科技很方便，又很方便。好，在使用完上面的头发的量哦，你刚刚就这样就只要轻松的按摩就好了，其实不用再过度的去刺激它哦，你只要让头发液呢让头皮完整的吸收，然后到干就可以了。每天只要做这样的动作就完成了。你也可以搭配它的洗发精，它有洗发露。那这个绿色是否女生使用的？这都可以每天使用吗？可以每天使用。那女生有女生用的，男生有男生用的。那年轻女生有年轻女生使用的，因为这个是否40岁以上的女性所使用。那我们50岁以上的呢？包含哦，包含在40岁以上。是。啊，所以大家要开始对自己的头皮产生要注意这件事情了。那而且有明显的效果，好像就是你几岁开始啊保养？保护它，就恢复在，就停留在，它就会停留在那个。越早明白。那因为它整瓶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活性成分的，所以大家使用上其实不用太担心，而且它非常草本，味道也是有一点点木质调的草本香。好棒哦，好棒。那所以大家不要担心。好的。操作上面也非常简单，好，非常好用。OK， 谢谢立文。